钟立贤非常荣幸作为桥梁，向香港的法律界、商界及社会各界推广深圳国际仲裁院和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让香港各界人士、法律界、商界、市民、企业、商会。我也非常期待香港中律协未来能与国际仲裁、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联合组建新的仲裁培训交流平台，举办跨境仲裁培训案件的专题研讨及庭审模式推广活动，让香港中律协为他们诉讼更多国际民商事仲裁的专家，培养更多精通国际仲裁的仲裁员和国际法律团队，让香港的法律界、仲裁界能够为我们国家中国仲裁品牌做出贡献。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签个三方协议，深圳国际仲裁院和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和咱们香港中律协以及香港中律协所代表的背后的1000多个我们的会员啊，在这里就是要共同有一个共识，瞄准一个深圳加香港，打造一个国际仲裁高地啊，在这里就做了独立、公正、专业化、国际化、高效率、成本适中的、成本合适的这样一个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啊。这个所有的内容呢都在这个协议文字里面了。我们在大湾区，深圳加香港是核心引擎中的核心引擎，这个深圳加香港肯定也能够成为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议仲裁高地，这是今天我要表达的话。